你好，你好，老板，啊，你拿给的我啥？看看这是啥？啊，这这不是啥？搁路上捡嘞，我捡的时候外边包一层，还有一层那个玻璃渣子，我就那给弄了。玻璃渣子？外边一层，然后我回家嗯，扫着，你看小个洞，扫个洞。我以为是驴嘞嘞，你看这是啥，老板？驴类，是驴不啊，是？你搁路上捡了一个东西，嗯，然后你抹着过软，你是看吧？捏扁了吧？对，刚开始比这鼓一点，然后我捏捏，怪啊。软乎。还有打火机扫个洞，嗯，你想着它是啥的呀？想啊，的是驴类的那种，想驴着不是还驴，可软吗？是的，驴它轻啊，这用那重，驴这锅顶多有二三十克吧，这银的锅得有七八十克、五六十克的，啊，这是很沉。银吗？看着像银的，47克，果然猜的没错，银的。银的是吧？对，这是银的，看着像银的，你看白亮亮的白，只有银子才能白，知道吧？嗯，那那，我管你用火烧个试试，怎么着？中啊，嗯，我用火看给你烧管，个试试。要是阴嘞，看管值多少钱？行，这要是铝的话，一烧它都冒烟儿；这银的，你看越烧越白。等一会儿烧化，你看烧化的地方，它应该是越烧越白哦。的。对，你要是铝的话，它不可能，铝的它都是那个啥，你看这可白吧，白得很。是嘞。你看这一烧，越烧越亮，发是，白，这证明啊，这个是竹银的，就是主含音银是量百分吧？之99%的银子。啊，这卖给你多少钱？卖给我四啊，十七克的话，可能也都200来块钱。你卖给我的话，你这毕竟是捡的，说实话，我们不能要，你还拿回去吧，好吧？不能要，那我光换东西不管？换手镯嘛，换换手，手镯，那你按理说也这可重以。在光换吗？那可以啊，你要不你这样吧，你挑两对吧，好吧？行，那我换你成挑手两镯对，吧。可以，那可以，哎，我这有2000的银元，哦，看看这20块，我顶2万块钱不管。哎呀，大爷，你这按斤卖银元，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。一块银元26.8克，20块的话正好是1斤多，数量刚好是20块。你这是搁哪弄的呀？这都是家里祖传的，我家是地主，我每次缺钱都是买1斤。每次缺钱都是卖1斤，1斤卖2万。大爷，你就是再是家里边祖传的银元，对吧？你也不能这样卖啊，对不对？你这账算的不好，我先给你分分类吧。你先别分了，你先看看嗯。真假就行了。以前啊，我都是这样卖的，哦。少2万一斤我不谈。放心吧，大爷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不要误会，你这一斤银元肯定能卖2万块钱。现在这个银元能值多少钱啊？完全是看板和状态。我这大概给你分了四类啊，一块八年，一块赵忠，一块占人，剩下这17块是大头。具体能卖多少钱，咱们一个一个的来看。我买了很多次了，还有第一次见你这样说呢。倒看你葫芦里卖的是啥药哎，说实话，大爷，按斤卖银元，我真的是第一次见。还有卖银元不分类的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看来你之前卖这个银元啊，都是20块卖2万块钱。那说实话，那样的话，对我们比较划算，但是对你来说就意味着吃亏了。先说里边这一块最值钱的赵忠吧，这个赵忠是龙阳3剑客之首，也是我们普通人家手里边最值钱的银元。100块里边可以说有一块很正常，你的这个可谓是伤痕累累。字面，你看这个地方有2个戳记。这个戳记啊，就是过去钱庄为了检验银元的含银量而打的。你放到现在来说就破相了，价格立马就折价一半。另外还有2道划伤，贬值类我看了还有一点磕伤。整体币面唯一好的就是龙鳞自扣全身的，就目前你这个状态，能给到你8000块钱没啥问题。就这一块钱，你给我顶8000块钱。对。之前我卖了很多的龙，那不亏大了？你说那意思？那很多带龙的这个银元啊，他也是看品相的。带龙的他不一定是赵忠。再说这个赵忠啊，如果是无伤无戳的话，几千块钱是卖不到了，肯定是上万上几万了都有。之前你卖过了，咱都不多说了。咱看另外一块这个八年嘛，这个八年在所有大头里边发行量是最少的，100块里边有一块也很正常。您的这个八年币面全身的，而且还带彩，唯一可惜的啊，就是这个有流通痕迹了。这个。现在卖的话，也就是卖一个味道，一块八年顶着普通的这个大头啊，一块顶3块还是有的。目前你这个状态，能给到你4000块钱没问题。怪怪的，你说这一块顶3块的烟呢？对，
我买了好几十年了，人家都没有给我说过这方面的指示呢。人家几个人说，我再仔细看，你再看看里边有之前的比较之前的有没有了。刚才我都说了，如果按斤卖的话，肯定对我们回收有利，但是对你卖东西的百害无一利。现在这个银元能卖多少钱啊？完全是看板和状态，这剩下的都是普通的这个大豆了。这个站日啊和这个普通的大豆，它这个价位基本上相当。我简单的瞅了瞅，里边没有特别值钱的大板，像大扣啊、精发呀、双肩章、竖点念都没有。如果细挑小板的话，多少还是有的，比着这个普通的大豆啊，贵不了几十块钱，我就不一一的细挑了。4000、8000，再加18块铜货，21600，这样的话，你这一斤银元能卖个33000，没啥问题。小伙子，你可真是的。嗯。呵呵，这个每一次都缺钱都这样卖老爷爷，嗯，每次都按斤卖，哦，但是啊，真的不知道里面有太不值钱的嘞，啊，也不知道这里头的讲究。你不知道，主要是你对银元不懂。虽然说你祖上过去是地主，为你留下了很多这种银元，但是你没有细致的去了解，再加上近些年这个银元的价格一路飞升，你要想真正的做到不吃亏啊，还得花一些时间去学习去了解。有句话说的非常好，活到老学到老，有啥不懂的以后咱们多交流就行了。大爷，你看你这银元怎么办？好，给你啊，给你，都给你啊，都按你说的办，好不好？啊，那行，我给你算了。